这些古老的大厅，很久以前蓝龙会在古教里挑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位置，死后就会被送去那里。我们选了北烈境的龙骨荒野作为身后的安息地，当时还无法回去巨龙群岛。当时奈萨里奥几乎消灭整个蓝龙军团，能够活着回来的蓝龙都在这些大厅里过世了。我遵守命令，不打扰他们的遗体。在那之后，我就是最后一位守墓者，奉命要在我们离开之前翻新所有的坟墓。那时的我年少轻狂，他们给我守墓者的职务，就是要我学习如何担当责任。直到先祖之战开始后，我才认真对待那份工作。我们可以互相帮忙，你拥有强大的力量。你越来越上手了。我年轻时也经常滚生物球。祖父，这好像有点没效率。你有没有能马上清掉这些生物的法术？亲爱的斯泰拉狗扎，当你活到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有时享受生活比追求效率更重要。我开始觉得这样好像还蛮好玩的。很好，把球给到靠近上方的坟墓入口，然后把它射到空中。如果蓝龙不喜欢你这种滚球游戏，为什么还让你继续下去？马里古斯觉得这蛮有趣的，时间允许的话，他有时候甚至会跟我一起滚球。那时的他是个快乐的守护巨龙。我是龙族里面最老的。祖父，这些坟墓翻新工作怎么还是由你负责？不是应该要交给年轻一辈的龙吗？年轻的卡雷苟斯坚持要让我休息，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回来清理这个地方。这些坟墓需要翻新，如果置之不理，王者也无法安息。我们可以互相帮忙。睡午觉的时间到了。他们到了。卡雷苟斯，还有生命守护者，你们好。啊，塞诺苟斯，我看到了你的秘法球残影，很高兴你还是过去的样子。卡雷苟斯，让马里苟斯和辛德拉苟沙的精华安息的事就交给你来完成了。谢谢辛德拉苟沙，马里苟斯，
很抱歉，让你们等这么久，才等到这份平静。现在将你们生前被剥夺的宁静，还给你们。魔法蕴藏，大家小心，精华似乎在散发某种奇怪秘法能量。强大的蓝龙在死后以这种方式重现回忆时，很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交给斯黛拉狗杀和我进一步调查吧，你必须找出其他蓝龙，对吧？靠近一点，小家伙。太奇怪了，这些是马里苟斯和辛德拉狗杀过去的残余灵魂吗？看样子是如此，他们被杀害以后似乎没有办法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我在埋葬那些试图逃离叛徒奈萨里奥魔掌而牺牲的蓝龙时，也常常会见到这种奇怪现象。那是一场悲剧，包括辛德拉狗杀在内，失去了这么多条性命。即便如此，巫妖王还是不让他安息。见到他变成不死之身，让我十分痛心。当他的消息传到我的家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庆幸的是，他在那个状态下的时间并不长。辛德拉狗杀和马里苟斯都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希望我们妥当的使他们安息了。蓝龙军团只剩下过往的荣耀了，愿泰坦的智慧指引你的道路。听你说了这么多关于艾索雷苟斯的事，我真想见见他。要是他当初有回应我们，就会是我们的救星了。《雷狗斯》，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这里现在一片混乱，你来只会让情况变得更……艾索雷狗斯，不得无礼，请你尊重你的守护巨龙，并且告诉我们你现在身处的情况为何。哦，辛德拉狗杀夫人，你自己多注意。这么非常抱歉，辛德拉狗杀夫人，我刚才没有发现您的幻象也在场。艾索雷狗斯，卡雷狗斯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是吗？我们伟大的守护巨龙是怎么形容我的？我跟辛德拉狗杀说，你是一个孤僻又固执的家伙，拒绝跟任何藐视你的人来往。我相信你能帮助我成为配得上蓝龙军团的守护巨龙。我在苍蓝高地向你求援，但你没有回应。当誓言石启动时，你依然无视我的呼唤。你可以不信任我，但是请信任自己的军团，帮我们找到失踪的同伴。我尽力而为。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形吗？根据这里的残骸，这些似乎仍然是辛德拉狗杀和马里苟斯的精华安息之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塞诺苟斯说这种现象不常见，但这个副作用看来似乎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泛滥。您尽力研究出一个能找到其他蓝龙的方法。艾索雷苟斯，谢谢你，多亏了我们这位朋友，秘法干扰也稳定下来了。啊，那个谁，你好啊。哎呀，你看看这时间。艾索雷苟斯，再次谢谢你，
关于那些记忆，如果有任何消息，请跟我说。我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其他蓝龙上。我会让你第一个知道，你交给我的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艾索雷苟斯，有时间的话，我想给你一个建议。辛德拉苟沙夫人，能获得您的谏言是我的荣幸。我知道你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奥河之心里，你想突破这个戒狱的屏障，寻找过去的挚爱，把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带到生者的国度。我原本期待当暗影之境的大门开启时，我就会找到方法，但结果却只带来更多疑惑。艾索雷苟斯，如果你继续独自寻找答案，你的愿望不可能成真。你对于那些你关心的人，以及这个不愿意给予你答案的世界，将会由爱生恨。向你的蓝龙同胞求助，你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他们会治愈你的心。辛德拉苟沙夫人，谢谢您，我此生都会永远牢牢记住您说的话。我与你同在，一切都会顺利的。这世界到处都是惊奇。你可真有意思。你好。这一带的魔法气息很浓，哈尔林一定在附近。说真的，这本可恶的书里一定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如果书里只有一般的尝试，那书名怎么会叫做畸形的秘密？哦，你好，需要什么吗？谢谢。看来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不过你知道我是谁。从我苏没错，我只是幻象。我是来问你要不要回巨龙群。东泉谷发生过许多。我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如你所见，我在东泉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里本来是许多蓝龙的家园，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一点在我的工作结束以后也不会改变。每个书籍内都藏着怪物。哈尔林，我可以帮忙吗？哦，没关系，谢谢你。我做事情有自己的方法，不用麻烦你了。这个诅咒老套又不专业，别担心，你很快就可以解冻了。我没办法帮助这些灵魂，但至少他们是自由的。我想我们还需要右脚的靴子才能凑成一双。哦，好吧，亲爱的朋友，旅途平安，千万小心。不如我们就去那里测试吧，那里比较开阔，今天到目前为止结果都很不错，我觉得会成功。哈尔林，
这次我建议你要特别注意辛德拉狗杀。你别担心，那里只剩下无害的诅咒和妖术，效果都随时间减弱了。或许我可以提早和你在巨龙群岛会合。也是，那我就在旁边观察吧。谢谢你的贡献。怎么会？哦，我还以为没什么。有什么事？怎么会这样？我这一辈子难道就没办法碰到没被诅咒的诅咒文物吗？哈尔林，好了。年轻朋友，你好。愿你晴空万里，乘风翱翔。我们还会再见的，我很肯定。你做的是守护巨龙层级的事情，而且全靠你自己，我很敬佩你的坚持。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存有一丝希望，这地方根本没办法完全进化。你之前说离你上次碰到难搞的文物以来已经过多久了？40天？41天，不到100天，我是不会休息的，但是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孩子，亲爱的，先喘口气。我们暂时离开这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们来这里干嘛？我要回去工作。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以来，你都没来过温泉？我做过功课，这里的温泉很出名。泡在热水里面放松？这种享受对我来说太奢侈了。那不叫奢侈，叫做必要。勇士，你先去水里面，让哈尔林。好吧，那就泡一下下。啊，是还不错。你是哪个龙族的？感谢你做法尔林，东泉谷因为你变得更好了，现在你的技能可以在别的地方派上用场。和我们一起回苍兰库吧，就算只有一阵子也好，我保证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有兴趣。我承认我已经与世隔绝了好一阵子，你的提议很吸引我，改变一下或许不错。看到你来，我才想起在东泉谷之外还有一整个世界。你在这里的使命很让人尊敬，我能理解你想把家园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谢谢你，我会和你回苍兰文库，但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待在那里，还有要待多久。不过现在嘛，再泡一下温泉吧，这里实在太舒服了。我知道哪里可以让你派上用场。同心协力就能克服万难。需要帮忙吗？多注意安全，晴空万里，乘风翱翔。水晶之歌森林受到秘法腐化，很难开启传送门，但我应该可以让你靠近一点。朋友，祝你好运，代我向拉尼狗杀问好，告诉他我们都很想他。
日志项目第386条。今天回荡的低语没那么强烈，我会继续研究剩下的文物裂片。运气好的话，研究很快就会结束，只要给我等一下下。你是真的活人？真的？哇，这真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日志项目第387条，卡雷苟斯派一个凡人来接我。说真的，我以为他们早就忘记我了。有人还记得我，这种感觉真好。我已经没有头绪了。如果重新打造水晶法器没有用，那要怎样才……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你帮我收集的东西，应该就够了。我在这个新的水晶法器上面施加了一种类似信标的法术，在秘法能量的源头附近使用之后，其他无法安息的灵魂就会涌向它。附近那棵巨大的水晶树应该很合适。等到灵魂全都进入水晶之后再打碎它，这样应该就能破除束缚了这些灵魂于此的魔法。打碎水晶法器之后，这些回音就会慢慢消散，而这片废墟也会因此沉积下来。这些山达拉灵魂总算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安息。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会呼吸的活人了，更别说是我的同胞。我现在很紧张。日志第387条，后记：山达拉的回音终于平息，我是时候该回家了。很高兴又见到你，飞行顺利。幸会，朋友。伊吉塞拉摩明明就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艾索雷苟斯的笔记里说，他打算亲自去找苏利苟沙。如果状况真的很危急，那我就会和你一起过去。在我们了解情况以前，最好不要靠得太近。这个传送门会带我们到塞拉摩上方的悬崖那里。艾索雷苟斯，你的直觉是对的，卡雷苟斯指派的凡人来了。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荆棘，这个结界能削弱你的攻击，让你不必杀死那些法师就能制服他们。
结束了就来码头附近找我们。又踏上仁慈这条路了吗，卡雷苟斯？我以为你在对抗拉萨葛斯之后就打消这个念头了。每次马里苟斯选择介入凡人的事物，都会有法师丧命。看看我们现在的下场如何，我不会再让这种毁灭式的循环继续下去。是吗？那就证明给我们看。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别期望我们会帮你。卡雷苟斯，你是我们蓝龙的领袖，我们会遵循你的做法，希望你的和平方案不会被埋没在龙群的尸体下。朋友，谢谢你的协助，多亏有你，我们证明了别的方法是可行的。卡雷苟斯，你一直都太软弱了，这些法师明显是该被解决的威胁。他们悬挂着塞拉摩的旗子，这些人看起来很哀伤，生怕自己遭到杀害，一定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凡人，安静一点，别惊动他们的领袖。幸会，朋友。玷污旌旗的首领就在附近，苏利狗杀说他的能力蛮强的，为了你的安全，我想陪你一起去。但是卡雷苟斯，不行，这个凡人只能自己去，我们在场只会让情况恶化，让他觉得受到威胁。你不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吗？你说的对，好吧，我们会留在这里。朋友，拜托你，请阻止对方的领袖，别让他做出会后悔的事。为了失去亲友，你休想阻止我！我不能失败，我是大家的希望啊！罗宁大师，金帝，原谅。朋友，谢谢你的协助，还有谢谢你，苏利狗杀。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不会有现在的成果。你们三个先回巨龙群岛，我之后会再跟你们会合，但我得先跟杜里聊聊。卡雷狗斯，我原本并不认为你的计划会成功，但你好像很顺利把事情解决了。不，还没有，还有更多要做的事。卡雷狗斯，哦，算了。好了，英雄，快去吧。你应该会想听听他们在里面的谈话吧。至于我，既然这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要去忙别的事情了。你们是来取笑我的吗？还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重建如此可怕的东西？我们有什么选择？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当年那颗法力炸弹爆炸的时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因为这样罗宁和金迪大家都死了。你们应该要保护大家，应该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没有。现在我们的家园已经没了，永远都回不去了。你是杜丽硕燕对吗？我记得你，你是罗宁的学徒。你说的没错，我们应该要守好巨人红魔，我们应该要保护塞拉摩和他的人民。但是我们失败了，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法让死者复生，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的遗憾。但是你这么做真的对吗，杜丽？我们可以一起向前迈进，我们能做的比之前的人更好。我只是……我真的好想他们。我懂，那来吧，我想听听你
对未来帮助盟友的规划。这里真是鸟语花香。很高兴见到你，旅途平安。哦，卡雷克，很高兴见到你。真是好久不见。欢迎再来。你好，欢迎你。我是奇力狗鲨。这是我的朋友。哦，我好像知道你，你的事迹甚至传到这个淳朴的小子。你还真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来看我。守护巨龙的职责越来越重，每天都从早忙到晚。抱歉，奇力狗鲨，我应该早点来的。那么，这里就是你定居的地方？对，我每天都会来。每个村民我都认识，甚至有自己的房子。你有房子？我知道了。哦，你好，请保重，欢迎再来，请保重。想丢下我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只巨龙。看看你四周的景色，明白我为什么会爱上潘达利亚了吗？太漂亮了，比冰霜和白雪好多了。卡雷狗斯，跟上，让暖风带领你。哈哈哈哈，男孩子的玩心还在，对吧？我们要去哪里？去我家。去我家。旅途平安。啊，有新的访客。魔法蕴藏于万物之中。卡雷狗斯，你这次拜访让我心烦意乱，回忆涌现。说真的，群岛的呼唤也很重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蓝龙终于再一次集结起来了。我怎么都想不到这件事会成真。是真的，奇力狗鲨，不管怎么说，你终究是蓝龙，是我们的一份子。这里和我们的家园很不一样，而且我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么像家的感觉了。我在这里有自己的家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不会离开他们。奇力狗鲨，我很抱歉，你可以选择，我不应该逼你，我们应该给你点空间好好思考一下。哦，谢谢你能体谅。如果你想找地方休息一下，我推荐你可以去镇上的醉喉楼。我与你同。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才能做。醉喉楼。你们就多待一会儿，好好欣赏景色吧。我很快就会来找你们。朋友，在这里。需要帮忙吗？多注意安全。
我为奇力狗杀开心，他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一切。他已经把一辈子都奉献给蓝龙军团了，尤其是在他失去，在他经历过那些残酷过头的事情之后，不能再从他身上夺走任何事物了，要在群岛上为他准备好一切才行。朋友，干杯！希望蓝龙能茁壮成长。魔法蕴藏于万啊！你在这里。下次再见。哦，你好。这件事很难开口，我决定不回巨龙群岛，现在不会，暂时都不会回去。这都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这些人。这么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能掌控自己的生命。你应该会喜欢那些巨牙海明，我最近从他们身上学到珍贵的一课。无论我们身在哪里，无论我们要去何方，家人永远都是家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惊奇，飞行顺利。啊，谢谢你。祝你好运，飞行顺利。我是龙族里面最老的，尽你的力量拯救世界。朋友，到我背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船船去藏宝海湾。你想的话，就用藏宝海湾日志来了解泽罗斯。是前50个带一大桶美味鱼给我的人都可以赢得奖励，快点去包干卷线啦。你好，陌生人。泽罗斯，给我马上去工作，要是你想逃，我们一定会把你找出来，剪断你的翅膀。泽罗斯，那个哥好像不太喜欢你，你怎么不直接把它吃掉？他可是大人物啊！就算你很年轻，依旧是一只蓝龙。嘘，我为什么？年轻人，你没听到呼唤吗？我是来带你回巨龙群。再说，我不喜欢，对，事情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朋友，除非你破产了要占用他们的时间。希望这么多年下来，我至少有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朋友，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看来泽罗斯知道该怎么做。我得去小睡一下，你知道到哪里找我？你真的不打算帮朋友一把吗？你知道吗？我明天就有可能会死掉。什么有什么？朋友，再会。我这儿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保重，快点回来。
时间就是金钱，朋友。祝你好运。嗨，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祝你一路顺风，我可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祝你好运。真有趣儿，保重啊。你终于知道要怎么和我沟通了。勘察员雅提是出现在唐堡海湾日报头版上的主要匿名赞助者，我最后听说他在调查风险投资公司的游行。什么事？看见你真开心。谢了，布里克雷兹，朋友来吧。我会躲在悬崖上观察海湾，拜托快点。你是在贿赂我吗？切，那你成功了。哇、哦，你付给我的钱是雅提的3倍，你现在是老板了。我会拿你的钱，我不会放弃合约。当然，这地方你都可以用。感谢你，现在可以检举你了。你觉得这样就可以收买我吗？你好吗？再见。你好，陌生人。朋友，再会。看见你真开心。天蝎子的猪要来抢我的宝藏吗？无尽之海要带走我。你的死期到了，以为自己可以一飞了之？要什么有什么，我会待在这里。朋友，再会。我有东西可以付，拿去。我有一些很适合你的工作但是不够吧？你欠我的可不只有这些。来人呐！
拔下他的鳞片。大财主，我不准你动他，他已经把债还清了，现在轮到我开工了。啊，快逃啊！什么事？真是有趣的生物。你登场的气势真不错啊。年轻人，我活了很久，有很多招能用。看来你在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了，你要和我们回去吗？瑟罗斯，我们很需要你。靠近一点，小家伙，我的眼力没有以前那么……很高兴看到大家齐聚一堂。我曾认为我们军团各司其职，每只龙都追求自己的兴趣会比较好，但我错了。蓝龙一家人在携手合作时才是最好的，只要团结一心，我们……卡雷狗斯，我在隐蔽谷叫需要支援，辛德拉狗鲨和马里狗斯的回忆正在摧毁那个地方。我明白了，朋友们，抱歉提出如此突然的请求，但我们现在就需要大家伸出援手。幸会，朋友，同心协力，我会打开隐蔽谷叫的传送门，送你到艾索雷狗斯身边，请尽量帮助他，并找出骚动的来源。我会留在这里跟其他人一起监控情势，还要跟塞诺狗斯谈谈关于他孩子的事情。卡雷狗斯，这应该不会花你太多时间，斯黛拉狗鲨和艾米狗鲨，你们一起过来。好的，祖父，遵命。大家都到了，我需要你们从坟墓散发出来的秘能，人手越多越好。辛德拉狗鲨和马里狗斯应该都安息了，但他们的愤怒仍持续在增强。难道他们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他们是不是都死得蛮凄惨的？就像水晶之歌森林的那些灵魂，辛德拉狗鲨和马里狗斯被困在死亡时的最后片段，而他们正在重新经历着人生之中最后的时刻，甚至无限循环着。或许制造混乱是他们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唯一方式，疯狂地释放讯息，只希望能被听见。我们的确听见了，而且会帮助他们。勇士，取回他们的精华，我们要把他们带回苍蓝文库。哎呀，你看看这时间，你自己多注意。这么快？各位，快点！卡雷狗斯和辛德拉狗鲨或许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艾索雷狗斯和在此的各位，谢谢你们，相信我们已经找到答案。没错，看见自己残留的生命精华感觉很奇怪，我能听见他在哭喊，在呼唤着我。我有方法解决这个状况，但是很危险。感谢你的帮助，还有好多的
很高兴又见到你。蓝龙，集中你们和我的能量，一定要破除新的拉狗杀和玛丽狗斯受到的诅咒。什么？我在哪里？玛丽狗斯，你抛下了我，你和你的凡人同伴，我要你们为此付出代价。凡人才应该要为此负起责任，他们居然胆敢夺走蓝龙的力量。我来对付玛丽狗斯，辛德拉狗杀交给你。勇士，苍蓝文库会全力支援你。我变成了这种被黑暗和愤怒扭曲的野兽。好痛，好痛苦！我要你们尝尝我受到的痛。里面一定还有我残留的灵魂。让他停下来！他一直在忍着，我快受不了了！拜托，让我从这永恒的痛苦中解脱！察觉到奈萨里奥的动机时，就应该立刻阻止他。非常抱歉，如今演变成这样，我应该阻止他才对。玛丽狗斯，不要再抵抗了，醒醒吧，让自己解脱。不，我不能放弃。需要帮忙吗？下次再见。玛丽狗斯，真的是你吗？亲爱的，发生什么事？我应该知道答案了。亲爱的卡雷狗斯，蓝龙军团的守护巨龙。我记得你。抱歉，卡雷狗斯，我不该把重担丢给你。你留下的不是重担，而是光荣的传承。我和我们的军团会让它流传下去。看来他们有好好继承传统。当然，我们一起去。孩子，
你的成就非凡。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卡雷苟斯，谢谢你，好好带领他们。女士，谢谢你，感谢你的协助。靠近一点，小家伙，我的眼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祖父，哎呀，亲爱的，别哭，我的人生很圆满，应该我感到高兴才对。苍翼飞龙现在就由你带领了。你不能走，我还没准备好。世事难料啊，我的小星星，把我教你的牢记在心，我就会永远在你身边。很高兴又见到你，祝你好。我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要加强蓝龙的羁绊，歌颂我们那些逝去的先人，塞诺苟斯、辛德拉苟沙和玛丽苟斯，以及我们逝去的每一个人。文库欢迎所有人，你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这里应该比奥河之心大一点，密库里好像有很多我尚未记录过的知识。如果你想搬来这里，我可以帮你看守奥河之心。我也可以。我猜老马里苟斯在那个年代想必有些赚钱心得。我们最好要确保有人一路陪着泽罗斯去奥河之心。艾索雷苟斯，我想跟你一起待在密库里进行研究，有些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力。有人跟我一起研究，换个步调应该也不错。如果你们需要找我，我会在这里。